不能收回成本，至少我们希望在路上一直在前进着。然后最后这首歌也要谢谢这首大力文艺女青年之歌，因为有了它让很多人能够很快的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所以就唱吧。搞艺术是为了搞姑娘，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，嫁给她干什么呢？搞姑娘又不只搞她一个，妹妹妹妹妹妹的。谢谢你们。朋友们介绍了好几个有车子、房子和孩子的，他们说你该找个有钱的，让他赞助你搞创作。可是大款都不喜欢他，他们只想去会做饭的。不会做饭的女青年，只能去当第三者。不会做饭的文艺女青年，只能被他们潜规则。我发动群众封杀我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只会做西红柿炒鸡蛋，你看，你看，还要就着方便面，那是非常好吃的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那是非常的好吃的。大乐团的其他成员，谢谢。人呢？你跟我一起谢幕吗？啊？去哪儿了？欧阳、赵赵、金子、大鹏。小的请求，因为这也是我这一轮巡演的最后一站，然后希望能跟上海的朋友们一起合一张影，好吗？谢谢。那我们反过来，然后上海人是在后面，然后我们反。
两个，谢谢。